除了美貌，还有哪些优势是天生的？编者按，有些人天然比另外一些人占有优势，这些优势似乎是天生的，而不是努力获得的。比如睡眠质量好，家庭和谐，父母耐心教育等等。如果我们有这些优势，别忘了心怀感恩。本文译自 Medium， 原文标题为 4. Unfair advantages people get in life， 希望对您有所启发。我的女朋友在我第一次去她家之前，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。她说，我父母可能有点紧张，他们是闲不住的人，没准也会给你分配做家务。